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、首款打開 LINE 0秒開機台。欧系方向盘、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Ferrodo、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。来啦，一标一霸啦！那个是黑尾鱼，吃过啊。你去哪吃？屏东啊。你有去屏东吃？吃那你当然不准吃。你有吃过？有吃 过, 吃过。那你有吃过？我只有吃过普通尾鱼。那、啊、你有吃过吗？黑尾鱼应该没有。你大家两个吃过不准吃，花了好几千块才买到两盒，这一年只有一次呢。屏东黑尾鱼呢？这假的，千几块呢？我今天拔牙齿，忍痛我也要吞下去啦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这我去那个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，我觉得可以讲一下。你不是看那个 FB 很多那个直播的吗？有一个在台南的叫阿信的，我常跟他买和牛呢，我都买那种一整块的，然后切，他就帮你切很漂亮，然后我就冰在家里冷冻库，想吃就拿出来吃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帮他放一下粉丝页好了。因为我看他两三年了，偶尔买一下，他东西我觉得包装还不错，而且我觉得真的蛮便宜。因为我比了很多间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先讲这没有业配哦，他没有，我花钱买的哦，我也不认识他哦，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包装也包装很好，出货又快，东西又棒，就这样默默做两三年。然后我看他直播的人数惨不忍睹，推荐一下，看他人会不会变多这样啊？因为防疫规定，我们等下轮流吃，一年只能吃一次，不会很客。你看这油花这。不跟你讲，你以为是和牛对不对？西瓜，西瓜，妈个大西瓜嘞！哦，阿哥要开炮了，阿哥要开炮了，来吼！来啊，讲你讲，嗯啊啦，你来，嗯过来，接什么？好吃，这火鸡要极化嘞，即将极化吗？嗯、你讲话，哎，超车不？没啊，好哇，泰山，哎，即将没超车啦，好、哦、拜托诶。一直日本的呢？哦，日本的。觉得我怕这个东西。丢啊！哎、欸，他很认真在品尝。你先不要跟他讲话，你先拍他脸。他很认真呐、啊。嗯。你看小朋友啦。好意思，好意思，好意思，好意思。哎，讲一下跟日本的比一下，来。我觉得有点油，有点太油。你不喜欢太油的？我不喜欢太油。啊，这个就是油花。对啊。好了，下一位啊。不要用低啊，另外一台低不标准。只有好吃的，叙述口感。我是去整鸡吃的。你拿我这个跟蒸叉比啊？我都有吃过蒸叉的、啊，就蒸叉的比较没有像这个那么软嫩。会不会觉得太油？我就不会，刚好。好，下一个。我没有化妆。OK， 我给你美颜相机打开，看有没有连那一种啊，那一种滤镜看有没有？我也蛮想用的，嘴巴有红红的。你有没有吃过、啊、黑尾鱼？尾鱼还是鲑鱼、啊？干这样，我他妈的，我花好几千块，就他一口下去，尾鱼还鲑鱼，好下面问我这什么牛？吃起来很像鲑，不是、啊、鲑鱼吧？是尾鱼啊。那摩擦外籍，我牛啊。还蛮好吃的。吃起来像鲑鱼，很香，很扎实，像鲑鱼。滚！下一个，妈的，吃我那么贵的尾鱼，一直跟我说像鲑鱼。这是有筋的，但是肥肉这比较油。这块太冰了，冰沙。我让你再拿一块。就尾鱼啊。比较没有那么酸的味道，你吃到都是放太久，就是蒸炒，它会酸酸的，都是酸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平常都不吃尾鱼的生鱼片。哦，你都不吃尾鱼的，那都是什么？海苔肉松。我不吃豆。海苔军舰、玉米军舰啊，茶碗蒸，最后再来个布丁。布丁我真的会吃。哎，阿汉在吃几条牙签？好吃。我的100多块，妈三秒钟就给我解决。芒果还没吃是不是？还没吃，快啊！我拿油的呢，拿油的，专业啊。嗯，很好吃。妈的，我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今天在做试镜，就是看看谁以后有办法做美食节目。那我要挑战那个喽，拔牙齿吃黑尾鱼哦，这可以吃吗？可是我想吃油的、啊，吃黑尾鱼就要吃油的那些。你要吃瘦的，去叉先吃就好了。这不跟你说是鱼，你还真不知道是鱼。我以为要吃生牛肉。我跟你讲，拍美食节目不用讲话，做表情就好。人家看到你表情很好吃，很想瘦，人家就想吃啦、啊。
对不对？讲那么多，那么形容，什么弹牙，怒口即化，油花像在你的嘴巴里面跳圆舞曲，跟我的舌尖交缠在一起。你老师，你讲啊，那美术黑粉彩封面黑小本的小说里面写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和金银交称一声啊，倒在大师兄的怀里。好，我吃一个瘦的，加他这个是渐层的，哎，这一边瘦，慢慢肥，慢慢肥，这个部位是渐层。哦，看这盘比较好吃。这个部位你看，这有白色的筋，那这个部位它都是横的。这个真的是去一般的那个寿司店蛮难吃到的味道，就是完全只有甜味跟香味。它入口之后，其实慢慢有点鱼的那种香味会出来，就是很神奇、很奇妙的感觉。其实我好像没有吃过黑尾鱼，台东港太远了啦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去？哎，我讲一下，还想再吃一片的举手。感真好吃啊！好，来客。你刚吃这边哦，我刚吃这边，这边好吃啊，不一样的感觉，没有什么药，它直接融化，对，真的会融化啦，它没有铁味，你含过铁棒？不是，卖走这铁味道什么？尾鱼没有那么好的，它是会有会酸啊，血腥味啦，血腥味会有铁味。下一位，做表情就好，好吃的东西不用做效果，不好吃的东西才硬要做效果。你刚刚是吃哪一边啊？我刚刚吃这边，我刚有吃到这没筋了吧？没有。好，下一位。哎，这最后一块了啦，极品建成的极品来了啦。刚刚吃的就是肥的。我觉得这边比较刚好。这边比较在这边。OK， 这边比较好。好，那再一块比较多来一点的。哎，这块其实蛮漂亮，这块没有筋。我不要单价，我真是。哎，真的这边比较好吃。阿哥，你现在吃这边呢？你刚吃这边了，刚吃这边哦，对啊，刚第一块吃这边，第二块吃这边。干，你吃三块了，对啊，畜生！泰山要用日文做结尾，好，讲完这个今天吃这个的感想之后，然后叫大家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用日文啊。皆さん来また来週。看我听得懂哦，你不要以为他妈只有我听不懂，我听得懂哦。おいしい。おなしゃ。おいしい。この油が口の中にとろけようにの感触はとっても素晴らしいです。皆さん機会があればぜひ試してください。これはとろです。じゃあまた来週。じゃあそれじゃ。それじゃ。バイバイ。今天用台语版的介绍哦，超好吃的，够好吃的，非常的好吃，够好吃，一定要好吃。这很像西瓜哎，卖有油花有西瓜。哦，这个比较油一点，可是入口都即化，嘎嘴都用起啊，好不尴尬吧？就像冰块一样酥。哦，你要嘎嘴抓出来，上面抓出来。上面抓出来，有点香香白菜炖出来啊，那样了。好了，吃完了。ご覧の番組は CL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保持方向。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好，明天见。金爸爸，收款打开来，零秒开机。Logan， 百年欧系品牌，值得您信赖。欸，来了啦，一定要独享餐的啊，粉红色的有没有看到？这油花漂亮吧？很厉害。A5的十二级的利息。我们上次吃的那个。我跟你讲。这部位比上次更高级。我刚刚买一块圆肉，他会帮我切成牛排、烧肉片、火锅片。火锅片如果在家里泡牛肉面，不要那么浪费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我吃很牛肉面啦！哇塞，真的啦！平底锅煎一下烧肉片也可以啊。好吧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和牛有一个好处就是啊，你煎不用放油，因为它本身就很多油，你就直接平底锅烧热放下去，它油就出来了。面煎一下，对，它自己就有油，它绝对不会掉片啊。你看他送我生鲜三葵，真的三葵哦。嗯。送我这个盐昆布，看到没有？一世成主顾。变成老顾客 VIP， 东西没有再少了。他想要放纵一下，煮一下泡面加和牛。月底了，很可怜，要吃泡面。好了，来推荐大家去買。